到中山堂，即将看到一部非常棒的开幕电影。今天晚上在一切纷纷扰扰的事情之外，有一个短暂的梦想实现的地方。其实我们都是非常幸运幸福的人。听到笑声真的很开心。他要演一个单纯的男人，我都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导演，我想请教一下，从主线之外，我觉得一些就是，对对，其他的一些灵异，算是灵异吗？就是怎么特别？配角，金钟影帝在台北电影节的现场变灵演，好吗？